对啊，要出院吗？感觉是不小。好哦。放下这样子，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蛙。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我的职业是护理师，但没有详细介绍我其实是专科护理师。相信应该很多人对专科护理师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吧，所以今天就来带大家去看一下我的专科护理师一天吧。还真的要问一下药局。对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尔科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药局说这个不是他们那里发药的。好。它根本就不是药。它不是药，因为它是在胃材里面，所以说它是有点像是那个喷雾机一样的概念。我们小夜班呢，除了要处理一些病人夜间临时的事情之外啊，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接牛胚，也就是说从门诊啊、急诊啊一直不断涌入的新病人。那现在外面呢，就有一个新病人报到了，那我就要去接病人喽，拜拜。那想要送来吗？我们有诊外病房，是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跟六楼阿长讨论看看，就是你说就是能不能跟这几个病房借那个胃材过来，然后恰取那个胃材给那个病人，但是这就没办法开在出院大药了。好了，开完了。呵呵，要打个吗？要打一般组不用吧，我都已经打 PR 了。没有，我就问你打 PR， 你开哪个药组？他叫我开那个药组啊，啊，我说一般组不用吧，反正药组都写 PR 的。背了又背，什么东西？厚的啊，背了一次之后再背一次，可以这样。当然是不可以啊，没有听不可以。那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？删了，好，我开回去。抽血这张你有看到哦？刚才抽血的项目了，对。我开一开，我开一开。